混沌初开，满天飞雪，这是人们对木纳敞口雪花棉的一个描述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高冰的雪花棉，削着金丝绿。现在咱们就安排加工，坐等起货。喜欢翡翠手镯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。已经解货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非常的冰透雪花棉，点点非常有意境，削着金丝绿，看到非常冰清人动，就像在里面长出来的一样。这只手镯的圈口是比较小的，刚好有一位粉丝刚好就是这个圈口，被他一眼就秒上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感觉这只手镯怎么样呢？欢迎下面评论留言。